你师傅能在加班加点强供啊。这是瑞江的机器，这两台。这个是欧东坡的那个大罩子啊。后边的设计，半曲线也很方便。这台锯和这台锯不一样，这是我们的锯，这个台面很大，而且呢，我们的卖给这个意大利客户的，很好的，比我意大利的设计都好啊，正在调试呢。Heavy duty thickness, and then monetizing.